瞧一瞧这两位，哎呦，发现了，大黄也来了，哎呀呀呀呀，好激动啊！看见我好激动，哎呦，走，哈哈，太高兴了啊！显然太高兴了啊！一时半会看不见我就特响，是不是啊？两只流浪的小家伙，哎，好高兴啊！那个小家伙。流浪狗也是很忠诚的，知道吧？只要你对它好，它就会忠诚你一辈子啊！看到没？两个人相敬如宾啊！大黄，大飞腾，哦呦呦呦呦呦呦！小羊还是挺聪明的，两只手抓住，然后用嘴巴在这里啃。两个大吃货，哈哈哈哈，你看大黄，哎呀哇！过来，两个吃货。小王，今天天气有点热啊，两个小家伙已经热得不行了。这是刚刚从家里带的狗粮和水。等一下吧，等一下可不可以啊？那么着急？吃吧，吃吧啊！哎，开饭了，开饭了。大黄是饿了，人头火焰了，好快。小黄是渴了。今天我们天气真的是挺热的，瞧瞧这喝水的频率，确实是渴了。看看这吃饭的速度，刚刚倒的一堆啊，30秒不到，马上就要解决干净了。来，再来点，那么能吃，水没了，再加点啊，天气热。我们家的花花不在，这两个小羊还是挺和谐的。小黄是最弱小的，知道吧？花花要是在的话，他肯定又是最后一个才吃。吃不吃的感觉就好哈，勉强勉强，慢悠悠的。再瞧瞧这个，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，非常憨厚老实的一个小朋友了。看来都已经搞饱了，两位已经开始玩了。